Hola, hello. My name is Guillem, well, William in English. I'm here in Robert's flat now. He has borrowed me his flat during this Christmas here in China. So nice. After that, my girlfriend take me out from her apartment. I have to begin a new life.正确的领导下吧，是吧？我们呢，为业主主要是以情服务，用心做事儿，满足业主呢在这儿居住。我呢，我姓李，叫李荣发，光荣的荣，李荣发，我原先是一个国企单位，等于在这个企业改革的时候这个企业下岗了，下岗之后呢再进入这家公司，作为物业管理。This is the place where I live, where I'm gonna live now in Christmas, where Robert's house. The first thing that impressed me is that I have to take it out my shoes. In Spain, we never do this. This is the place to sleep. Robert, he never said what I should do if I have to sleep in his place or not. But when I entered to this room, I thought it would be very funny to be a child again with all the toys. Well, only I think that I will take it out the Manchester United. I'm from Barcelona, so I cannot see this. 我叫陈峰，来自陕西安康，现为北京世纪金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客服部，4号楼楼长。阿姨你陈经好，理，那你好，个元旦快到了，我们公司的一份心意，我代表公司给您送过来。行，因为我刚回来，这刚是回公来，关昨系。天才回来，哦，对不起。好，谢谢啊，不客谢气不谢。客气，家那里家具吗？都挺好，还挺好，没挺有什好。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处理的，没是有，吧？我去悉尼半年。悉尼是吧？好，说说身体都挺好，挺好，挺好的是吧？好，谢谢。暖气方面都不错吧？还行，还行是吧？还行。好，那您有还什么事情的话，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好的，好吧？好，谢谢阿姨。好，再好，见再阿姨。见啊。Es un amor mi vida y porque gitano soy como lo pienso hoy es un amor mi vida. It's incredible how every compound here in China has these machines for the old people. Fact is, before when I lived with my girlfriend, it was nice because she teach me a lot of Chinese, and for me, I will miss her. I will miss her. But that's life. Oh, 我叫韩卫龙。韩卫龙啊，对，韩国的韩。韩国的韩。
威武的威，威武的威。哦，那个龙，中国龙的龙，对对，中国龙的啊。我姓简，简单的简。对，简单的简。简单简。简十下。啊哈。我喜欢那个玩那个 PlayStation 那个 PSP， 知道那个这个玩游戏机那个对。对对对，但是那个在家那个电视的也比较喜欢。你喜欢那个足球的吧？足球那个，但是我看过别人玩过，但是我们自己没有玩过，没有玩过。家里太乱了，真不好意思。没关系。哈哈，你的不要命啊，有不要命。你的毛病，来哈哈，哈哈来，哇，真棒，真棒，哇，真棒，你真棒，真有表现力，真棒 ，nice，nice。最后一点点，最后一点点，最后你可以进来看，这样，这样看，等会儿啊，把这面打开看得最清楚，那边。鸟巢水立方，对面看得清楚，把那个来，你来吧，来汉上这边去。把这个啊，也有也不是十全十美，很多地方物业也有些瑕疵什么的，但是80分吧，有不满意的地儿，也有还可以的地儿，还总算就是70-80分吧。嗯，但是比起有些朋友的那个小区，我们可能还管理的还好一点，有的朋友住的小区还要差。物业费也不便宜，还我就物美所值那感觉。我们很讨厌这个公司，我非常的讨厌，因为来的人很乱，那个也不是素质也不是很高，有的时候那个就是我觉得没有安全感，这空来一个西来一个人，觉得杂不了解就很特别，我们有小孩就不是很有安全感，但我们没有故意赶的赶上，这就是凑巧，我们没有想那个说跟人家凑热闹一起非要属猪属狗，就是很自然的就赶上了，自然是赶上这波，因为这波那个人口曲线不是以前生育高峰是没有港计划时候生了很多人，所以这个波美国多少年就会不断的就是还在有影响，影响到大概三四代人，最后能不能扯平还不好讲。中国这个就是一到这个大概过20多年，然后那一波20多生育了，哇，人就出来了，完了呜，就是这个影响很大概能影响100年，我估计。那你叫什么名字？叫汉汉。嗯，小名就是叫汉汉。嗯，大什么汉？浩瀚的汉。浩瀚的汉就是中文的意思，就是很大的水。宽阔。宽阔的意思。宽阔。对，这个非常巧的，看看中国的领导人，多少人是带3点水的，对吧？对对对。非常巧合，因为中国偏旁有很多蚊子，偏旁很多，这种概率太低了。就是说，你看从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多少个带3点水，是吧？概率是非常巧合的一件事情。又嫩，哎呀！来喽，来来喽，来喽，来喽，来，来来喽，来喽，来喽，来，来来喽，来喽，来喽，来，来来喽，来喽，来。好好的，不害怕。Thank you for coming. Have a nice day. Bye bye. Thank you for coming. Have a nice day. Bye bye. 感谢你的观赏，拜拜。祝你有愉快的一天。但是那个游戏间的话呢，如果你有空，游戏间你一定可以那个来我家那个玩足球。那好的。但是我们这个工作可能它是因为是3天一岛的，所以很少有休息时间。但是晚上呢，比如说，因为它这个工作是分时间段的，比如说我现在上的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但是可能明天之后我上的班都是晚上12点到早上8点。啊哈。然后再过3天，我上的班是下午4点到晚上12点，所以呢班次可能比较乱一点。啊，好，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找了，对对对。But if I imagine if I would be kind of a security guard in Spain, and a Chinese guy came to my compound, and he would be the only Chinese guy, and then he invited me to his party, I would go, not for sure, I would go. I would be interested to know
how's his home, what he do at her, at his or her place, what kind of furniture he has, which are their hobbies, their games, how they make fun. 那个检查一下工作啊啊，这个工作哈，特别注意哈，过来看看，进来看看。那个公司为员工哈，这个作为咱们这个公司来说，因为咱们人员哈，这个出于很多都是农村过来的，哎，员工有食堂，哎，宿舍，哎。每年哈，就是员工哈回家的时候有探亲假，年底回家过年的时候有年假，来往这个路费报销，给员工都像上这个养老保险社保，都按时交着，应该是不错的。那个早点的哈，这两天我估计他那都快那什么了，得估计也得下月了。下月行。嗯，对，行了。行，没什么，看看。我是出生于北京，哎，这个从小哈、啊、就在北京出生，但是那时候有插队，啊，当时那时候那个年代不有插队吗？插队十几年。想起我家里的那些奶爷爷奶奶了之类的，我觉得帮助他们的很开心。因为咱们小区里养的狗，养狗的人可能比较多，然后。有一天我站在值班的时候，我见那个一只狗可能跑到这屋里去了，然后它主人怎么换它也不过去。接着那个主人蹲那儿之后，拿了一把梳子说，给它梳梳那个身上的毛发。结果那个小狗很快就从里面出来了，让它给它梳梳那个身上的毛了。我觉得挺奇怪的，挺好笑的。因为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的小区算是重点小区吧，也派了很多人出去执勤，然后去那些天桥上了之类的执勤，所以当时园区的可能都是进入那种紧急那种状态那种，所以查的可能都比较严之类的，然后每天很多很多的人一个一个查，然后一个一个进去，那时候我觉得挺累的。然后接着就是很自豪，因为奥运会毕竟是在离这不远的地方开，对，挺自豪的，一个是累，一个是比较自豪。明白。So, what I'm doing here now is wasting time. What I should do is go out and ask them, come on, fix a day. That day, I organized a housewarming party in my place, the ninth floor. I have everything you need. I have wine, I have PlayStation, I have TV.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客厅了，是吧？
是吧？然后这边的话，等于就是有可以作为办公几台办公桌、办公椅。我们主要是做活动策划，做各种各样的活动策划。因为那个房子嘛，没法办公，然后孩子太小。那我们家孩子就在那个安贞桥一个私立学校。然后呢，以前的时候，七岁之前，我们一直都请的是一个阿姨，然后呢带他。就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那个阿姨啊，她那个不干了，因为她那个到了那个退休的年龄，因为我们中国到了退休年龄就有退休工资嘛，她就不干了。然后平常的时候，因为她有一辆车，我们有一辆车，我也有一辆车。那么如果没事的话，我就会主要是以我为主，把她开着把她接回来。如果我们俩有事的话，那么她就会住在学校里面，她是一个私立学校，这样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第一印象，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比较安静，这是我第一的印象。第二的话，你从我的窗户就能看见鸟巢，看见水立方，我感觉挺舒服的。第三个呢，这个位置从北京的角度来说，应该属于比较交通比较方便的一个地方。第四个，这个地方离我儿子上课的地方很近。从这里走路10分钟就能，开车10分钟，走路15分钟就能到儿子的那个学校。有时候这样很方便的。你好。您好，您好。It's coming at 9 o'clock and my friend is not here yet. What can I do? Well, I'm waiting for him because I already invited 20 or 25 people here at home tonight. I didn't tell anything to Robert. I think that he will not care. But I'm worried because tomorrow I have to clean everything. If not, he gonna kill me after one night of party in this nice. Hey, my friend is coming. Okay. Oh. Hey, Robert.